我的闺蜜跟我说，打疫苗前后最好喝椰子水，可能比较不会发高烧。那我不知道有没有效果，但我就喝就对了。我跟你们分享一下，before after，我都有喝。第一剂也是这样，第二剂也是。第二剂的疫苗我是打 Moderna，莫德纳。之前我蛮多朋友都先去打了，他们都说第二剂会比较辛苦一点，就反应比较大。那我今天是打第二剂，我的闺蜜跟我说，打疫苗前后最好喝椰子水，可能比较不会发高烧。那我不知道有没有效果，但我就喝就对了。我跟你们分享一下，before after，我都有喝。第一剂也是这样，第二剂也是。第二剂，我今天觉得比较有感受到它的威力是我打完疫苗之后会在那边待半个小时，他们会要观察一下你身体有没有不舒服啊什么的。但从我站起来要回家的那一刻，我就觉得有点晕，然后到家里我就赶快把外出的衣服换掉啊，上个厕所去洗手的时候就昏眩了一下，结果头就撞到那个琉璃台的桌子。打完疫苗大概2天2、3天会不太舒服，之后应该就 OK 了，一点点晕晕的不严重。我上次打第一剂的时候，都是每一天大概傍晚、下午的时候会发烧、微烧，那个时候就赶快吞普拿疼，然后就没事了。最近好多人都 message 我，范范，你这出道第一张第一首歌到不了啊，好符合现在 疫苗到不了，会的，会的，我们要正能量。一年以后，你硕士毕业之后，你的歌可不可以，发出来？我的歌其实都录好了啦，只是看看吧。什么看看？前几天听你还们有，聊天太嗨了，我就舍不你得还没睡了。睡？你真的都在干快回来了，嘛？我已经很久没有上 IG，然后怎么今天看到你们，这好好玩哦！最近好多人都 message 我，范范，你这出道第一张第一首歌到不了啊，好符合现在。我跟你讲，我最喜欢到不了，我有跟你讲过，好喜欢到不了那首歌。不是，他们是亏我说疫苗到不了。会的，会的，我们要正能量。但是范还范有很一棒，年，课还我没修还有一完。年，我现在在写论文啊。过去一年嘛，之前因为那个不小心说错没事不没要事，这么你慢慢讲。说，你慢慢说，没关系。这也是沉淀一下自己，然后就有一个机会就来，就重拾书本啊，然后再认识到一些完全跟我们这个行业比较不一样的人群，然后同学们。不一样的世界，我觉得这个都是很特别收获。你看，我唱了20年的歌，也没有这种机会说有办法再就是跳到这个世界外面的世界来看一看，对不对？我觉得我们现在这个年纪来念硕士啊，来写论文是，我觉得很像是一种 gift，跟以前真的当学生念书的时候那种感觉是完全不太一样。我觉得没有任何事情、任何人是完美的。然后，你刚刚说你说错话，我觉得那都过去了，都已经过去了。我也犯过很多的错，好的、坏的都已经过去了，我们就往前看。范范是一个心地很善良的人，所以我觉得很多事情过去都已经过去了，你不要放在心上。我们就往前走，然后我们都爱你。你的硕是。士还有一年才念完，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写一点歌吗？一年以后你硕士毕业之后，你的歌可不可以，发出来？我不晓得哎，我好吧，其实我一直在 debate 这个事情，就是说我很爱唱歌，没错，那我也唱了20年，但是这个 stage 是到底还要不要再发表新歌啊？我的歌其实都录好了啦，只是看看吧。什么看看？你不要说，你你居不然要把说。歌让我们听的时间，就是你硕士论文交完，你就可以回来了。OK，我在这边苦了。
那边有留言说很想我们，我觉得好开心啊，怎么那么温暖？这边的朋友好温暖哦。就大家如果在家里觉得太闷太久，很心理上面不太舒服，这个是一定会有的状况，因为它不是一个正常现象，正常可以正常出门，所以我们要去想一下医护人员的状态，我们就会知道说我们可以更努力。对，我们一我在这个艰难时刻一定要团结，一定要大家一起一条心。我们也都有一些在这个医疗系统最前线的一些朋友，对不对？他们真的 是对，每天为他们祈祷，真的为他们祈祷。然后对，这是一个 critical time， 然后大家都太不容易了，真的太不容易了。